大家可以吗？好，可以。好，那我们准备来喽，现场来，五四三。慧玲这次代言那个烟火，是不是妈妈跟婆婆最开心？我觉得他们应该蛮开心的，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受惠者，所以我也觉得蛮开心的，随时冰箱打开都可以享用。所以你平常也是很注重就是这种养生的？其实我以前没有那么注重养生，但是随着年纪跟随着生两个小孩之后，觉得体力好像用掉蛮多的，好像真的该重视一下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让你有这种？我觉得生完第二胎之后，觉得不管是时间上啊，或者身体上，我都觉得好像大不如前，所以要好好补充自己身体的能量。那现在还会想再生第三胎？第三胎，我觉得这个话就先不说死，但是就是最近就这两个已经很够了。那你有觉得当了妈妈之后，好像代言的产品变多又变更多元了吗？我觉得好像当妈妈之后，对像。各种跟宝宝有关的、啊、或是跟女性有关的、啊、好像都会，但我还蛮开心的，因为真的都是生活上用得到的东西。那会特别选那个代言的产品吗？会特别慎选？我觉得这一定要特别慎选，因为当然你要站出来为这个品牌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是自己很有把握的东西。像农村香，我就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孕期也在使用了，所以我可以很保证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来源又很非常健康，所以我才敢站这边跟大家讲说它是真的很好的东西。那昆凌在那个电影里面演女杀手嘛？对。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比较觉得困难的地方，还是觉得难忘的经验？难忘的经验哦，当然就是去。Hollywood 的片场跟就是整个剧组当然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是第一次。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有很难的是因为很难揣摩到底杀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杀人与无血无泪，这个是比较一开始比较难揣摩的。对，那都已经出来了吗？对，那个口哨要不要再来重现一下？口哨再重现，我当时其实练了还蛮久的，然后导演有帮助，不然就是我口哨声音是要逼迫自己才可以很大声。对，要不要重现一下？我现在无法，我现在没有声音。对，那跟巨石强森的合作感觉怎么样？我觉得 he's really a nice guy， 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可以是巨星，真的是从他生活中的小事，就是可以呈现，他真的是个很 nice 的人。像我一个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演员，但他每一个演员都很 take care， 所以我是他就是很 careful 的一个人，就是很为别人着想，然后很为每一个人就是加油打气。那这次接到康威的表现吗？感觉他让他看过，他看过，他觉得女杀手的这个角色真的，like 很 lucky 可以接到这个角色，因为那个角色真的蛮帅，我觉得。导演的设定的那个角色很帅吧，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我们才刚看完试映，对，然后对。过程中跟平常就当妈妈一起就不一样，那还有什么比较艰涩一点的地方吗？比较艰涩一点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要怎么揣摩怎么。但是当时的表演老师说，你就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的就是蟑螂跟蜘蛛。他说你就想象把他们狠狠的踩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把他们踩死，感觉蛮爽的。然后我就用这种心态去揣摩当杀手的感觉。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然后在每个访问当中，就像我现在都是讲，中文，但那边是讲英文，就是一种很全新的体验，然后一个不同样的感受。前两天也是在纽约，然后边工作边玩，对不对？对。好像老公也有帮你拍很多照片，然后大家都说你们在防晒，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很喜欢帮你拍照嘛。对，因为我们就很喜欢就是留纪念，然后如果身边只有对方的时候，当然对方就是最好的摄影师，对。而且他英文是不是有进步？对啊，他英文其实他英文一直以来都不错，只是他不太敢讲而已。然后昨天他现实不就有讲说他全程跟用英文讲。你有看到那一段？我有看到他们两个的一个就是抖音的环节，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平常在跟他练习这个英文？平常不太会，除非是刚好要对台词啊或什么的时候。那接下来都在忙电影宣传，对不对？那有会想说邀那个巨石强森来台湾吗？可是当然会很想，但是因为刚好就是他也是个很忙的人，所以当然就是靠就是他们那边的安排去，就是去几个点这样。所以
接下来的宣传都会带着那个老公跟小朋友一起走吗？老公不一定，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尽量带在身边。谢谢。谢谢。谭丽燕窝椅代言人婚礼的美美的画面之后呢，对，我觉得今天舞台很漂亮，大家可以稍微换一下不同的角度哦，立体舞台，而且感觉超美的，跟这个浓醇香这一次的包装真的整个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加成的加分效果。好，我们让这个可爱的昆凌，其实啊，关真的也可以算是看着昆凌长大了，可以这么说吗？真的，从那时候还那种嫩嫩的啊，然后到现在他真的越来越有自己的谈吐，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很棒的女生。好，让这个昆凌再来捕捉一下平面的摄影画面之后，等一下我让这个昆凌先稍作一下休息，请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等一下做那个采访前的各项准备。那我们这个不同的角度，我们再让昆凌拿一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好，来来来，燕窝已经正式的上市了，让这个所有的年轻女性，所有的朋友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都能够简简单单的补充你的各项美丽所需的秘密武器。好 ，OK， 好的，我们呢先谢谢昆凌。哦，再补一下吗？好，可以吗？好 ，OK， 谢谢。哎，中间正前方。